今在个人社交平台晒出了一组居家照片，她一身浅咖色系装扮，戴着黑框眼镜，浑身散发着文艺气息。吴昕摆出了几种不同的姿势来秀出自己这身打扮，其中一张照片里，吴昕坐在地上露出了自己的腿，腿上看起来没有一点赘肉。看到此图，网友都评论道，吴昕这也瘦了太多了吧，尤其是腿部瘦到吓人。一起来看一下吴昕的时尚穿搭吧。吴昕这身白色的套装端庄大气又很有时尚感，宽松的款式减龄不说，看起来也高挑了不少。宽松的西装不会呈现很呆板无趣的效果，休闲潇洒的风格对于身材也有很好的修饰作用。吴昕这件浅色系印花连衣裙造型简单，但是非常大气，黑色的领子让它看起来更有成熟女人的韵味，和浅色搭配也能提升高级感。百褶裙对于小腹有赘肉的女性很友好，纵向的褶皱也有拉伸显腿长的效果。